睡着，过来，不能上那里去啊，把你摔住你，过来，快点，我走了。最喜欢找他爸爸的电脑了，那么小。过来，摔住你啊！过来，小小，你看，过来，你喊。会扶着床边走了，过来找爸爸呀，慢点，慢点，快点，快找爸爸。你看，都跑了。快点。你咋？慢点。来，给爸爸说。悠悠。脚凉不凉？太厉害了，你看，真厉害，这从那个那里走到这里，脚凉不凉？你的脚？不会凉。别他找，看他找我呗，他不找我的呢，他最喜欢找他爸爸。嗯。谢谢。来亲爸爸。哎，干啥呢？这是？要你衣服的呀。在床上跑来跑去，爸爸得干活。爸爸干活，过来，趁着忙再叫爸爸去，过来，过来，打滚，过来找爸爸，找妈妈，快！悠悠，别下去了，把他弄过来的，悠悠，找爸爸。你看我女儿现在快9个月了，哎，她会扶着这个小床可以走了。你看，快快找妈妈，找妈妈，慢点，过来，慢慢的，你看，自己会跑了。你们家小孩是几个月走路的？你看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我女儿太棒了，笑笑，她自己跑了。慢慢的，过来，
那个电线可不能着哦。慢一点。太厉害了，他自己会找爸爸。爸爸好在这里干活啊。慢一点，这地板砖上凉了这里。谢谢啊。快慢点慢点慢点吧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哎，慢慢的，哎，慢一点慢一点，哎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慢慢的，你看太厉害了，他自己带小步车走了有半个月不？走不到几天他就会了，几天他就会在床边上自己跑，太厉害了那宝贝。笑笑慢一点啊，真棒，真棒，哎呦太棒了，自己走这个床走一遍走一圈，快点过来，别上哪里去哦，慢一点，这里滑，地板就不行。哎呀，一到这里就不行了。你看，喜欢在这里玩，我就把他床下铺一个垫子。哟，干啥呢？别啃床啊！床啃烂了，你们家宝宝是几个月这样走路的？我家宝宝肯定到十一个月，到一岁肯定就会走路了。现在九个月了，快，这个26号，26号就九个月了。呦呦呦！你看这个床被你撕烂喽，又搞破坏喽。过来，找妈妈，快过来，过来。笑笑笑，我这，你看，笑笑，笑笑，过来，找妈妈，走走，我你让你找爷爷去，走。找爷爷去，爸爸出去了。你睡到你啊，睡到你啊，过来。睡到你，睡到你啊，走啊走啊。你喜欢上那里去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过来，过来，走了。过来找爸爸喽，笑笑，笑笑。我的女儿厉不厉害？你看，会跑了，太厉害了！过来，过来，笑笑，过来。每天她扶着床走几圈。你看，我不敢啥，我把她这床下铺了这个东西的，害怕她摔倒。跑快了，跑快了，跑快了，跑快了！你慢点，慢点，走了，走了。你蹲下去拿什么东西了啊？起来，笑笑，笑笑，笑笑，走了，找你爸爸了，爸爸了，快找爸爸。笑笑，又拿东西了。拿那个东西就玩，可不能吃啊，爸爸，不能吃，爸爸，有爸爸，不能吃啊。不能吃，知道吗？那太脏了。爸爸，
爸爸，爸爸，你喊妈妈呀？哎，怎么又吃起来了？怎么不听话？不能吃，光能玩，不能吃。外面都下大了雪了，下雪了。今天我带我女儿去看，这是她人生中第一场雪，去看一下。走，看我们这里下多大。走，乖乖。哎，啊，妈妈过来。哟，出来了，高兴了。快点滑！哎呦，想那么大，冷不冷？你看好看不？好不好看？我说，哎呦，滑，那么滑呀，下那么厚的，你看，那你都白了。喊什么？喊小鬼，咱就上去了，挺冷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哎呦！他什么表情啊？看他学有什么表情吗？给你抓一点。哎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哎呦，音效咬腿冷，腿冷，你摸一下就行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这个今天早上就开始下，下到现在了，现在都快两点了吧，下的太大了，你看。地下都下白了，好冷呐，不能出门。这是第一次带他出门，叫他看一下雪。改号，改号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等一下就湿了。啊，你走。人家都在外面玩呢，你看那个。就是太冷，太冷，太冷。哦哟，哟，都不上去，挺冷。高兴呢，你看，第一次看雪，高兴那么狠干啥？哎，滑，好不好玩？想看雪的赶快上山洞来，太大雪了，你看，这你雪景好看，对呀，有的广东的朋友有没见过雪的？那个亮迪斯说，小伙你下雪了，给我拍一点视频给我看。哟，改好了吧，嘴，千万别冻着我女儿了。感冒了，鸟不理。这个雪下上去一拍就没有了。你看，哇，吃一点吧，我拿一点吃。跟雪糕似的。妈妈吃了。啊，盖好，不吃。再见。